演员透过精彩剧情呈现出市场的过去与现在，小剧场用艺术观点带领观众走进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领域。当我们介绍完传统市场之后，下一步就是要问，那我们会去传统市场买菜吗？然后我们为什么不去传统市场买菜？隐藏在新富市场当中的新富町文化市场，走过五年，紧邻市场的文化举办系列活动。我们希望透过新旧的不同的碰撞，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火花。透过常设展，以一口新富为名，从新富市场的发展沿革，诉说道地的艋舺文化。我们透过一口，让大家能了解到这个万华的历史，以及新富市场在过去这里五年的蹲点的一个田野的史料。疫情趋缓，新富町文化市场再度重启，历经了疫情的洗礼，有更多值得省思的故事要和民众分享。透过展览交流，分享真实的在地故事。人间卫视张育成、曾仁宗台北采访报道。